我觉得咱们西安，咱们觉得如果这个恒大请打的，对不对？就是比较，那么有什么做补充？我们那个说的，首商首场的一个投资呢，如果你感觉到短期，不管是一点规模的，或者上市，或者当前疯狂的上市，那我觉得我们以前在干。这个公平的，就是如果你不可以买进，可能借，因为你借公司的这个概念，这是应该跟平时的公民，再买的话，又没得资金可以买。这个全部都是这个买进需要的，有些地方没房产，啊，我们应该说的是，我比如我们这边，这用大的话好便宜。我们跟老板有关系，比我们要求是虚的，你了解？因为我都是啊，我们在工厂做，你到打工做工，这个就是工资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再请各位主来嘉宾参观。